受你鱼钓竿，我不要受你鱼。那么今天送你这一条鱼是一点小小的心意。各位，过年快到了啊，而尤其你们对 Christmas 的部分呢，可能比过年还要热闹的样子啊，所以今天这一条鱼小小的是表示我的心意而已啊。那么我在这边的话，祝我们在座的各位嘉宾，尤其我们长生喜的各位职工能够从这么远到这边，我很感谢啊。在这个祝我们在座的各位嘉宾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谢谢。好，那特别谢谢哈。好，那已经超过午餐时间了哈，那我们的午餐应该也都就绪了哈。那待会我们就直接移驾到后面我们的篮球场。